就开吃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慢来，吃袂了。好、哦，先到先赢。阿哥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火是一种意境。对，好、哦，就是等一下，我把隔壁推倒以后，然后按着镜头，慢慢转向我，这样好不好？会不会？行，按着壁，按着上壁，推倒，推倒，好点准。哎呀，这样子啊，没有，你不够气，还拍到人，你要接贴到那个，你要直接这样火在烧，你哦，你有没有看过古装剧哦？啊，就要像人家古装剧啊，隔壁推倒我，推倒。啊，就这样嘞，就这样嘞，来坐啊！哈喽，来上镜头喽！访问一下 ，W 有了，有，要访问什么？蹭饭吃的吗？我先让客人吃，我们没有买车，因为不是客户，我们没有买车，我们要最后才能吃。你是在乱录的，你看，因为啊，他捏捏我，不好意思拿。他吃一口啊，他吃一口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不要这样拍人家，才吃第二串而已，才刚开始你脸就红成这样，对对，那时候还不敢说，不说人家都在吃肉，你一直吃西瓜，你吃几块？我已经吃六盘了，六盘西瓜，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，没有开玩笑，所以一直吃西瓜，西瓜都给你吃啊，对啊，因为西瓜甜嘛。试一下，很好吃。如果像泰山那么帅，就不用单身到现在。你要太美啊，都被相亲都被打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没有很。他今天想要自我介绍。我要自我介绍什么？是小师御用，御用工程师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 Helix 啊。反正他有任何问题，有问题就是问我。最常见的网友是你，是吗？对，是。最常见的是我吗？不一定吧，我只是每个礼拜都会来而已啊。你想接受访问？你要访问什么？你一直在看我。我看你们吃东西嘛。你要讲一下你买什么？谁来了？1688。对，开始花钱了。对。开始缴了，开始缴了。你本来就有心理准备了。对啊。来这边买就放心了，真的。哦，这个我记得他去年也有来，对，他去年也有来，去年也有来，我去年也有来，啊，你又没买车，你每年都来，还在努力，好吧，我们梦幻车还没，对，梦幻车还没，哇，感谢你帮我台阶下，对，我记得你是开 CRD 对不对？对啊，在那边，对，啊你跟小叔都买过几台？这第一台啊，这第一台，啊开多久？一年多，因为我偶尔会看到你会来试车，那我们跟镜头合个照，耶！粉丝访问，访问什么？你买什么车啊？我买斯巴鲁啊。哇，嗯，啊，好开哦。好开啊，为什么好开？真正好诶。那今天老师好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今天吃完红牌了。哦，对啊。哎，趁机采访啊。对啊，访问一下。你有规矩吗？不啊。私下访问，这见不得台面的。不会啦，不会。啊，明天我喝酒。东西很好吃，哇塞！小师哥办这个是非常棒。他车子好开哦，对对，好开，车子都是你。哎，对，你早给你贵啊。啊是哦。啊对啊，就要讲者，一定老二这边物件，会使去找买手机的配件。哦。顺便打个广告，从八德地的停车场这样过来，大概没几家嘞。对，就是拄到伊啊，会使甲买物件。哦，大家去甲交关者啊，手机的什么卡卡啦、保护贴啦，什么都有在卖啦。高小师的客人有点打折。打折哦，打折嘞！我那个谁来去买？我保护贴便宜。阿狗皮，报科皮的名，哎哎，安怎？加两炮我。哈哈哈！别的，哎，这么晚来？对啊，我从桃园来。这要怎么访问？新竹都来了，你还桃园弄弄？要不要接受访问？资深 Focus 会员，柴油 Focus 好开吗？好开。哎，现在在访问了吗？对，开始了，开始。这么快。你有什么心得？你开了多久？开了1年。一年，那开了几公里？2万里。哦，那也算蛮会跑的。对啊，每个月都会跑长跑。东西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。刚刚已经有人问了，说这个不能回答别的。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。好爽啊！抽奖小天使。好爽啊！我抽个大奖给自己。好爽哦！是你的口头禅吗？好爽啊！我来采访一下我们空手道冠军
吃起来如何？好喝啊，好吃。然后其他的感想啊？没啊，没啊，好吃啊。你好尴尬哦。妹妹，你好。不剪片。这是什么？爱玉。爱玉啊！你要吃芭乐？芭乐好吃吗？它不好吃，要丢掉。他不跟你玩了，他不想跟，他不想跟你玩。他直接把耳朵盖起来，偷脸。他不理你了，拜拜。老板，帮我涂鸡位。涂鸡的。对，本省，访问本省。你是开哪一台车？你上了青鸟。请问开了几年？一年半了吧。第几台了？是第二台啊。那你有吃饱吗？有吃饱啊，很饱啊。玉米好吃吗？玉米好贵，奶油入味很好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你问的问题有问到重点吗？有啊，奶油很入味。你开了哪一台车 ？Cobra。那请问开了几年？两年多吧。应该两年多了。是第几台？第一台而已啊。对啊。嗨，你好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耶。好吃吗，弟弟？好不好吃？弟弟耶。耶。弟弟耶。弟弟有吃饱吗？有吃饱吗？是因为姐姐太漂亮了吗？没有，姐姐没有很漂亮。这样吗？你干嘛？你翻白眼？我看到你翻白眼了。刘唐哦。对。他现在没有开车哎。啊，是啊。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买车，可是他卖给我们。嗯。所以他刚刚骑大 B 就是他。对，大 B。啊，顺便真理由啊，他目前31岁，没有女朋友。帮你拍高一点。有志青年。我管用没有吗？真有。没有，我没有。真女友。对啊，真女友。好，女友不是男友。好，这位如何？这位如果不错啊，如果还没结婚，我就把他抢来当老婆。啊，你是问这个吗？啊，不是啊。Hello， 有没有吃饱？有。你吃什么？我吃很多，我吃的。吃了什么？我有吃草莓干，甜甜甜，按照吃甜的。我还有吃蛋糕。蛋糕，哎，也是甜的。你喜欢吃甜的？没有吃饭，没有吃饭啊，面。我有吃饭。都有，哇，好棒！还有没有橙汁？还有没有水果？有啊。没有吃饭吗？没有吃饭，还面。还有吃饭，还有面。都有，哇，好棒！还有没有橙汁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！最近是不是忙？会吗？会。中秋节到了。中秋节到了。大家都在考，对啊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懒得自己考，所以很多会叫这种外汇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们的观众有这种外汇的需求，来，再讲一次公司的名字。美丽的美，星星的星。美星。美星餐饮。美星餐饮。在 Google 打就有了。在 Google 打就有了。第一页应该就是了。第一页就是了。好。除了这个还有做其他需求。就外汇跟自助法跟下面好，好，辛苦啦，谢谢，很好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哎，你们欧美吃哦！一条线。哎，还是要鼓掌欢迎一下我们的林姐，林姐。哈哈哈哈哈！林姐会吃，好，你要先吃还是要先自食？帮我们抽出一个这个香水组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抽包包。好，给你念。五号。回来参加我们烤肉会，这个不送他东西，送过去。